我这冰棍儿，少你脸吃啊！这是我姑姑给我的香烟，你吃。你怎么长出啥味儿呢？给你。完你，三个，来一把呢？蛇和蛙和马。出门遛羊遛了一头汗。 请问你穿拖鞋遛羊啥感觉？快断了，就穿那么一丢丢了。前面有个金毛，你看到金毛吓得。哎呀！冰棍玩意儿呀，狗。过来！好了。冰棍儿。又慢腾腾呢。 这鞋啥情况？这鞋，张纸。光脚回家。冰棍还跃跃欲试的想咬咬你的鞋。哎呦我的妈！真香啊！哎呦！一出门我就感觉我仙气飘飘，仙气飘飘。家在许多人的心中都是温暖的存在。为了让冰棍在办公室房里更舒服，我们给冰棍准备了三只小火驼。 还有一只二哈，你们在这玩，我出去一会儿。怪不得你起名叫冰棍呢。我就叫冰棍。这么好喝的全好，都可以。掐着更香，那是必须的。冰棍吃过了，你还吃吧。我不要喝。 平时你偷吃也没叫我，都是你自己吃一整。管儿，你头长地方跑是不是？你看你身上弄的，都是这个草，这一大片青草你不玩，你非得在干草堆里边玩，你这是要整的？ 我这还有你妈！你还喷我！啊！这草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啥？我回家。这啥情况？在那呀，叔叔，大片大片的青草地，它不玩，就相中那根根草。这啥事儿呢？啊！你们这一根一根的摘，摘到啥时候了呀，媳妇儿？啊！怎么办？这不得摘到明年啊？ 不行，明天带他去理发店，给他直接推秃得了，啊！你看这身上，这身上都变刺猬了，啊！冰棍独自在家来了大恐龙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？ 有一天，原本平静的村庄突然受到一著名寄生生命体。快逃！可是，快找出怪兽玛格尼亚的弱点。欢迎收看迪迦奥特曼的下集《大雾来了》。要相信光啊，冰棍。当冰棍独自在家来。救我！杨棍，看着啥意思？你不让他？你离那个大尾巴狼远一点，冰棍。你看成啥样了？我去，这啥都能学会吗？ 人生无常，大肠包小肠。跑到青青大草原上，会是谁呢？那肯定是美羊羊。看这脸蛋儿，这身材，简直草原一枝花，美死个秃了哟！冰棍是公驼，公驼。
我想有一个小羊弟弟，我想有一个小羊羊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要上我三家，真香啊！冰棍，你一定是懒羊，一定是懒羊，就不想吃。冰棍，你自己说，你是个什么羊？我看你就是想变成烤全羊。